没有，我打算既然你看细胞都丢出细胞了，我决定要来送小礼物。觉得他们是香菜沙拉跟猴子，真的吗？我觉得看你好吃，我也想吃，你也想吃，对啊。所以你有带吃的来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带了什么来呢？我带了有些人会很喜欢的东西。哦，又是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呢，跟前面一样有抽奖问答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我要拿出的是卡比崩溃写真库卡，由花芽妇女们帮工作室提供。看起来很厉害，所以要很认真听题目哦，踊跃回答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有注意到我们有实境摄影团队在隔壁，在摊贩摊位旁边来实践了？请你下课喽！由七米以下设计主题摄影棚，大家请上台。我想要，真的吗？
一二三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后面那个，很多红色的，就刚刚他的，他每次都很想回答。好，那他上来，对，他一对话，对对，那个就是你同意小木板，不要这样。我的权利。